BBQ 了。各位，其实不瞒你们说啊，我呢拥有着25年的骑车经验。你从5岁开始骑车？大家可以叫我挡车小王子，好不好？冲啊！想撞到。反正呢，我今天啊，我有两个学生，好吗？他们跟我付了报名费，要我教他们骑挡车 ，OK 吗？那这两个呢，都是有点年纪的女生。学考？上课了、啊。上课。好，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呢对于挡车你们了解吗？不了解。一窍不通，完全没接触过。那你们知道什么是打挡吗？完了，不拍了不拍了。学费退回去了。好啦，那首先呢，先去选你们喜欢的车子。就是骑车没那个感觉啊。哪里没那个感觉？好，你要的是什么感觉？你去找。帅的感觉。帅的感觉。那你找啊！可是你要说我这个女人的妈的，挑个重机跟她逛街一样。我们正在挑保养品是不是啊？哎，你挑的是这个吗？框的这个吗？我改变主。你要改变主？我想一下。快去挑。教练，我两只脚都踩得到地。你垫成这样子啊？你撑起来嘞？撑起来了，我已经撑起来了。你确定哦？你自己决定好就好，我不知道哦。我已经撑起来了。不关我的事哦。你这骑不到，不关我的事哦。你骑得到吧？你会被我骂哦。你自己看。还有这个，你赶快挑。这台要吗？哎，帅哎，帅啊！好像可以。这台可以，黑红色跟全黑色，这两台吗？确定哦，下午离手，教练很忙哦，时间宝贵哦。啊，你们不要惹我生气哦，我现在是很开心的、哦，我生气会骂人哦。最怕空气突然安静。Looking for a better place, not to stay alone. Gain our trust and you chose to break it. Ask for truth but you only fake it. Thought you said what we had was sacred. It's all lies, all lies. I was broken and isolated. 你们好像北霸逼哦。你站过来这边一下，站过来一下啦。干嘛？你的油都滴到地板了。你斜背包可以放下吗？我们这是衣服啊，哦哦哦哦哦，笑屁哦，你干屁事啊？干你屁事是不是啊？我们教练是疯了是不是啊？他在干嘛？他要去哪里啊？他在压弯啊。所以你们两个对于挡车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吗？零，完全没有。零基础。好，我跟你们讲，发动的话跟一般的摩托车蛮像的。你们两个都有一般摩托车驾照吗？对不对？都有嘛。OK 哦，你们两个都会骑，我知道。来吧，发动的话就是这样子过来。不同的车发动不一样，懂吗？靠！吓到我！忘记吃药。我要讲话会突然间啪！好了，那挡车的左边这个叫离合器，来你们自己每你去按那一个也可以，你按按看。有没有？它不是刹车，这个叫做离合器。离合器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离合器。好，我想它的用途，空档以后踩下去是一档，你要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全部都是勾上来，踩勾勾勾。OK， 我现在。测试一次给你们看，我教你们其实最简单的起步，好不好？起步 ，OK 了，你们两个站过来这边，看我的左脚，看清楚了，我帅吗？哎，他眼神充满了厌恶，哎，我想以他们两个的聪明才智，我个人是觉得我直接做正确的示范，你们就会理解了。离合器按着录一档，离合器慢慢放，它就会有动力，可是我们不能全放，因为它会熄火。所以呢，我们该怎么办？离合器跟油门搭配着，这边放，这边吹，不要吹太多，你会，
你会 biu， 所以这边慢慢吹，这边慢慢放，慢慢放，吹。左手离合器按下去，录一档。录了吗？都录了吗？好，来，离合器慢慢放，油门慢慢吹，出发。这个没救了，这个没救了，啊，没救了，没救了，来。再来尝试一次，离合器慢慢放，油门慢慢补，出发。快点！哦。好，刹着，停着，离合器慢慢放，油门慢慢补，对，好，慢慢补，抓那个感觉，慢慢来哦，慢慢来哦，好，脚，油门慢慢补，好，刹住 ，OK， 哎，果然是我的学生啊，两个啊，都成功了，是不是？好，等一下我们就一档下去骑，骑一圈吗？对，所以好，一档就好了，一档就应该一档就差不多了，来吧，熄火一次扣200，啊，你敢熄火？熄火扣200，我现在，倒车，赔偿。BBQ 了，真的 BBQ 了，真的完蛋了。人有没有怎样？有没有怎样？那口红还给我逼青是怎样？有吗？口红给我逼青。OK， 好了，当初没有我。好。离合器没有，而且放的不够多，就是这个意思。啊，没事，我忘记打。干！受不了，忘记。A few moments later. 骑车的环节之一，你们知道吗？就像你们一般骑摩托车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最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啊，既然我们都湿了，等一下是不是可以一起？完了完了完了 ，BBQ 了，真的 BBQ 了，真的完蛋了。他们好凶哦！你会怕？他们直接什么雨伞啊，还是什么？雨伞跟登山杖。Jack it up。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